继续得到可以给你大家同工同龄同工同龄的关爱和带动关爱和带动使我们属灵圣殿的建设在那个属灵圣殿的将来真正得以振兴渐渐的大家振兴使我们教会在那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盏金灯台渐渐成为所到金灯台为主发光为主发光更加荣神益人更加荣神益人愿一切的荣耀我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耶稣基督都归于天上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有请平安同工奉读圣经有请平安同工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读诗篇122篇一节到九节诗篇122篇一节到九节在599面再进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爱以色列的产业称赞耶和华的名六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中间因要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感谢主耶稣圣经念到这里哈利路亚阿们好现在有请温维清传道正道现在有请温维清传道正道蔡子东弟兄欢迎蔡子东弟兄欢迎感谢主各位来宾我们组内长子同工兄弟姐妹感谢主大家祝你平安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蟠桃教会来参加蟠桃教会的献堂典礼参加堂安教会的宣道年龄感谢神感谢主当我这个一脚踏入我们蟠桃教会的时候成为了殿堂堂安教会的神啊我的内心真的洋溢着无比的欢乐经历神内心神的喜乐正如刚才我们圣经诗篇122篇所读过的假如新篇说完点一篇新篇说完点一篇所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座隆美壮观的圣殿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应该把一切的荣耀感谢和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独一的真神并耶稣基督圣灵本耶稣基督的性命我们常乐堂头教会我们今天能够竣工我非常素美的工归这里面不但有政府不但有进入两会他们的关心支持接替同时东西也凝聚着让你觉得我们这个所有真耶稣教会所有今天的教会长乐教会多乐教会堂头教会弟兄姐妹对神的热爱堂乐教会的教练教会们多信的啊相信大家的劳苦说谁大家的劳苦我们一定会人主纪念一定会好奉献纪念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建造这么隆美的圣殿那表现这么英明的心态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我是这个目的我们今天那今天就是又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又把这一座隆美的殿那么做出英明的答案我们又献给主耶稣使用献给主耶稣使用我们又让这个殿那个挪出的答案成为一个我们的神立名的居所向为神的信里面的居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要说由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殿我们成为一座
分别为圣的圣殿。下面所以分别为圣的台。我们看圣经，来看圣经。我们请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六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六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六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荣耀属灵，心量也属灵。现在我已选择这殿，既然我已准备这坛，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使我的名远在其中，使我的名应在其中。我的眼，我的眼，我的心，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要被锁在那里。感谢神，感谢主。启明啊，最后最好，正如哈该先知所说的，假如哈该先知所说的，用这殿后来的荣耀，我们将来后来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要多少个先进的荣耀啊，用一切的荣耀，我一切的荣耀，感谢、感谢和赞美和赞美归给我们天上的真神，归给那位天所托的启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最知心的朋友，you、uh-huh.
二首今生若比永恒长。
今天老教会多少钱？谈那教会秘书应该，谈那教会的福音，谁有福音在在那里？我多巴多诺，还多巴拉巴多诺，在教内容里，多少多少钱？谈那的，但是在谈那的对我充的里，我所谓在高边生的人类，命里不无忧。因为一定车住同面西板，所以家的人类都是我在痛苦的呢。但是我们要尊重我们领袖的，耶稣基督会尊爱你的，就叫心心托心，一定车住你自己。我叫我们要车住你板，就做预料预谁，我们要带领中间来托神耶稣。在福州大街上，这是我最最写的。下来，我不要被断断教会，断了阿弥陀之上，被在灭会，我阿弥陀之上，在谈那地一边马各边一边各边，心里与我阿弥陀之上同在，世界都在那渐渐在动，我阿弥陀之上真坚固的。在我那，我最长，但人说话都应即时写的，应应归做地名啊。虽到新都电路最多，谈那教会小长，诸位，即世年孝孙，我唔走会转归树。到时我话经过之上，一道银面，就定制作多病世年，但人新都在转归树，就算银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报告谈到教会尊重经过，报告潭头教会建堂经过。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工，各位同工同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主耶稣教会，在福音神聚集高丽后面建立了谈到福音的，福音是由1925年传入潭头地区，教会做基督的整个基督家的聚会，教会早期都是在信徒的家庭里面聚会。随着福音的不断发展，教会的组织又经过了多次的翻新，教会的聚会点经过了多次的搬迁，自1991年得信徒的努力，奉献了12万美元，奉献了12万人民币，向潭头有人供销社买了坐落在菊潭村约有480平方米的收购站，作为我们信徒的聚会所。潭头原来的教会，建于干坝，是土建结构。经过十几年的风雨之后。顶楼不堪，成就不堪。村堂不变，船桥。